在那边记者会已经结束了，我们真的这么的无奈，所以请各位不要每次我们一出来，我真的看到这么多人，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说起，很。说，在月台上跟月台下是两个世界哈，我们应该体恤在月台下的工人，政府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让这些工人这个年纪还要卧轨，用他们的身体挡在火车前面？为什么政府不解决观光工人的问题？可能是他执政之后换了位置，脑袋就跟着换了哈。当时他拿我们官长工人来代表，还有民进党非常关心工人，除了蔡英文之外，当时的谢长廷还有当时的民进党发言人都不断的在脸书上拿官长工人卧轨这件事情来批评国民党。可是现在呢，现在是蔡英文执政，他却开出十张罚单给官场工人连线的成员。好，那我们现在来喊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变成蔡英文了哈，我们来喊无能蔡政府，讨债拼经济哈。